赢得了厨艺比赛的黄小厨还不忘给大家继续亮出看家本领，烙饼。黄小厨做什么事儿都得让大家都开心，做什么样的事情都要让大家都满意，而且特别会照顾人，每次做饭都一定要给所有人都留一份。你们这几个饼做的，每个都长得不一样。我弄的，我不会弄。老婆，不行不行，哎，不疼死，我给你拿走。老婆，我吃一块就够。要切要切，那不行不行不行。谢谢。哎，弄一块呗。好吃，好吃，加糖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。没吃吧，你放油啊，没事，我要先趴着。你吃了饼吗？今天没吃，没吃上，没来得及，要不然我们在这烤